喂，Wilson，啱啦，个电话打通咗啊，刘希未死噶，你睇下。喂，做咩啊你？ 真系仲未死，菲菲，可唔可以帮我保守呢个秘密？你究竟去咗边啊？你知唔知你自己做咗啲乜嘢啊？点解你咁迟先揾我？等我一直以为你死咗。梁希死咗，系因为我想重新嚟。做乜要重新嚟过啊？就算你系金夫人都好，你做咩坏事都好，我可以帮你噶，我可以帮你改名，改身份证，改出世纸。 咩都可以改，我一早就应该拣呢条路。咁你就唔使考证稿。但其实唔使搞咁多嘢，而家有一个人嘅身份可以令我重生你。你一个人？小神，你想点啊？佢哋家姐嚟噶。我冇呢个家姐。点会冇啊？佢为你放弃晒所有嘢，佢扮你嚟香港。 就系想帮你报仇咋？我冇仇，唔好讲到咁伟大。佢帮我帮自己赎罪啫嘛。冇可能，晓晨佢好好噶。我信晓晨一定唔系咁嘅人。估唔到你同佢识咗半年，但系你已经企喺佢嗰边，帮佢改。因为佢知我心目中嘅梁希多过你。 点解所有好嘢都系魏晓晨？点解所有衰嘢都系我梁希？点解唔可以系梁希魏晓晨啊？你想查晓晨？因为我为你想，我可以做你心目中嘅梁希魏晓晨。你可唔可以帮我保守呢个秘密？唔得。 你已经摆架证据陷害成杰，你可以同同文乐上床陷害晓晨，但系你唔可以杀晓晨，你唔可以杀晓晨，菲菲，你系我唯一嘅朋友，你真系唔应该打呢个电话。 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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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
试下呢个六二四三 -1 零一 -setg。有毒了，别提。今日冇嚟过呢度。尸嘅 DNA 肯定系梁希，咁只得一个解释嘅啫。除咗你之外，仲有一个假嘅梁希。你意思系凶手整过嚟？我而家话喺迷你仓屈我成日钱都系佢。之前菲菲仲鼓励人结婚嘅，所以你走去迷你仓度搵我成日钱，跟住同杜伯乐相处。但而家我好肯定，所有嘢都要假梁希做。有人有奇，佢杀菲菲，点解要喊？所以你怀疑真系梁希？我仲怀疑你个验尸官可唔可靠添？但系佢帮我隐瞒成件事，等我可以嚟香港查真相。我以前乜都信晒梁希添啦。你而家睇紧 TVB USA 官方频道，唔想错过更多精彩片段，就快啲 subscribe 啦！